最推荐什么？最推荐野菜团子，我觉得超级好。给摄影小妹点的，咱就不要喝太多了。头一回喝这种咸鲜口味的小米粥，很有意思。吃的比较凶残，打包了一共打包了三袋，就所有东西都剩了。但不是不好吃啊，是因为确实吃不了。然后呢，总结一下，我觉得这家真的值得来。一共点了七袋，383块钱，就整体来说性价比很高。我觉得他们家火还是有原因的啊。别看现在没什么人，但是因为这不是周末。周末就基本满员，如果想来啊，提前预定。然后呢，说他们家还有采摘园，现在太晚了，咱就不去了。如果有兴趣玩的话，应该也还行。大概就是这么情况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《台湾饭店》，我吃了，你馋了，这期视频不完了，拜拜。